我们票拿出来给他们看一下，我们的座位特别的好，一三一四哦。你知道吗？饮料不可以带进去，然后我俩就疯狂紧张，加油和不能浪费，起码得省10块钱。我的饮料在里面，我跟你们说个秘密，就是我脚出汗了，然后我的拖鞋随时都可能掉。我们要过安检了，一会儿见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位置，优秀吧？直达，直达，这是舞台。 我们先去找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走反了，让一圈吧，让一圈，让一圈。坐下了，开始到了之后，发现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，我们的座位特别的好。在这边呢，跟大家聊天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场演出是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没有使用荧光棒，然后我今天看到。 所有苏州的朋友，哎，真的，一支荧光棒都没有，真的很厉害，很棒，超级棒，全部都是手电筒。 只求你懂得我，所以你眉头痛，一边擦泪流，一边轻抱我，小小的手都摸来握去，求你懂得我，就像白开水。
喜欢的歌了。我们已经出来了，但是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，就是打不着车。我们好不容易打到车了，人也进不来。你们看一下，是这么多的车，我打着了他也进不来。刚才遇到个让我们投票的，但是他没有投。别这么说，等一下我要被打了。别这么说，等一下人家来打我。不要告诉别人。姐妹，看了演唱会有什么感想？过来一点，不想出镜，我现在满脸油光。没有，就没看到镜头里看不出来吗？我有什么感想吗？歌好听，人好看，我好困。One eternity later， 终于等到我们的车了。还好我没放弃。终于我，哎呀，到家了。小钱女士，小钱女士，小钱女士，我好疲惫，我好累，我感觉身体被掏空，我需要人工呼吸。你快来。我是被抛弃的那个姐妹花，就是她老这样对我，你知道吗？就靠人不如靠自己。今天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，今天的演唱会是我的开心源泉，是你的吗，小钱女士？大我敷衍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卸妆睡觉，我现在已经洗漱完了，我嗓子好痛啊。宝宝们，我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真的真的要去看一场你自己非常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，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真是件超值的事情，它的那个氛围是录像、电影、综艺完全没法比的。你在那个里面会非常容易哭，也非常容易笑，你就像掉进了一个情绪的海洋里面。反正至少那几个小时，你会可以忘记现实生活中非常非常琐碎的事情。就是坐在我边上一个妹，她听着那个一首歌，她眼泪就这样啪嗒啪嗒掉下来。我当时看到，我就觉得。天哪，你去看一个你喜欢的歌唱演唱会，去听一首你经常在深夜单曲循环的歌，你的那个情绪它会勾起你很多回忆，很多往事，反正就是总有一首歌像是在唱你的故事啊。我今天真超圆满，见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小姐妹，然后又看了我自己喜欢了很多很多很多年，是我整个青春回忆的歌手的演唱会，而且还是在苏州，开心啊。晚安啦。